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接下来数十天贵人帮忙，财运突飞猛进的生肖。生肖猪，属猪的人个性温柔又善良敦厚，天生具有领导才干，生来就注定拥有不平凡的人生，喜上加喜。接下来数十天，天丁天福天运发横，财中大奖，富贵来。属猪的朋友们，不仅自己的事业投资各种领域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，还能够得到很好的横财运，同时可以遇到贵人帮忙，可谓是可喜可贺，幸运至极。生肖属，属鼠人的总体运程有了明显的起色，所有霉运似乎烟消云散，后世看涨，也因其福德功德天才和咸池共同坐镇。接下来数十天，不仅在婚恋方面能得一场好运，而且个人的财运是突飞猛进，大有赚进钵满的机会。生肖兔，属兔的人个性温和，运势逆袭，事业三级跳，富贵吉祥，万事顺风顺水，家中有喜鹊上门报喜，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好运。加上属兔人的能力被发掘，在事业上大发光彩，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业绩将为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，有望成为富翁，日子过得美滋滋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前世积德最多，今生福报满满，一辈子不会差的生肖。其实生活是一个轮回，拥有前世今生之说的，如果前世是行善积德的人，在今生会有很多福报的。所以有些人总是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什么之类的话，其实往往很多的是你前世没行善积德，所以并没有彰显出来该有的福报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前世行善积德今生福运连连的生肖。生肖猴的人在前世是积累善德比较多的一类人，所以他们今生会比较受福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们待人真诚，深受朋友的真诚回报，让他们在事业上也更上一层楼。另外生肖猴的人还有乐于助人的质量，所以他们往往有灾难的时候总会迎刃而解，感觉就是像老天爷在帮忙一样，是福报很好的一类人。生肖虎的人非常有同情心，乐于帮助别人，性格开朗的他们说话直来直去，从不拐弯抹角，和他们交流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格魅力非常棒。所以生肖虎的人命运并不会差，一辈子都是不愁吃不愁穿，日子过得衣食无忧。生肖狗的人心特别软，见不得别人流落街头，所以总是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别人，性格直爽的他们单纯善良，从来不喜欢和别人争吵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往心里面去，活得轻松自在。正因为他们这样的性格，时常让他们感到知足常乐，所以身边帮助他们的人也很多，一辈子快快乐乐的生活。生肖猪的人，别看生肖猪的人傻乎乎的，其实他们心里面有一颗仁慈之心，喜欢助人为乐，自己过得好了也会帮助身边的人，大家一起向前发展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所以他们的运势都会非常好，无论是财运还是贵人运总会比别人好很多。两年以后生肖猪的人一定会儿女双全，子孙满堂。生肖兔的人心慈手软，没有什么坏心眼，乐于奉献，他们为人低调，但是做事雷厉风行，效率特别高，只要是想要达到的目的，他们就会一直坚持下去，即使遇到阻碍也不会屈服。不仅如此，在事业的发展中，生肖兔的人
往往都可以事半功倍，最终收获财富，可能是由于他们上辈子行善积德，所以今生人缘极佳，人脉广泛，一生享福多，苦难少。生肖马的人性格豁达，为人正直，做事光明磊落，他们从小就有很好的运势，能力出众，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。另外，生肖马的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放弃，从那跌倒就从哪爬起来，不卑不亢。他们前世是清正廉明的官员，因此这辈子有领导能力，可以在事业上大展拳脚，创造财富的必定的事。生肖牛的人是这个世上最勤劳善良的人了，他们任劳任怨，不像其他生肖会有很多的花花肠子，是最老实的人，也是最可靠的人。生肖牛的人往往是傻里傻气的比较多，其实他们不是傻，他们是很善良的一类人，所以总是愿意去原谅别人的过错。在生活上，他们对于朋友也是真诚相待，一生中不会遇到很大的灾难。生肖鸡的人有魅力，很吸引周围的人，他们交友广阔，善于言辞，勤奋热情，是个慷慨的人。生肖鸡的人凡事不愿落人之后，也是个有责任感的人，他们一生好运，物质生活富裕，财运强。前生生肖鸡的人过得很是忙碌，但他们从来不在意，只注重精神生活是否完美。好在今生的他们能享受住丰裕美满的人生。生肖鼠的人上辈子是为民做主的清官，为大众谋福祉，被后世后代所树碑立传，所以这一世生肖鼠的人不管做啥作业都会成功，因为他有见机行事、克服困难的才能，就像他的属相一样临危不乱，因为他的冷静和机敏，而又具有聪明和直觉，远见于经商的灵敏。他老是忙助你定自个的方案，野心过大是他的拦路虎，想一下子干许多作业，致使精力涣散，假如能取长补短，就会终身处在富有当中。所以做人必定要多做功德，千万不要做坏事。你假如功德做多了，不但会庇佑后代后代，下辈子你必定会得到上天保佑，平平安安，富有终身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。